点饭。说下午了，老弟弟把那个白菜哈，他们家炒鸡做完饭了，快点见。这个已经有菜台了哟，加油！快花了，有些都快花了。走了，放在家里走，那捡到点，捡到吧，起来走吧。啊，这么多上做做材料，这个小江到县城买了这个炒菜的，也可以烤火啊。今天用这个炒菜，还挺方便。就是我太矮了，这个有点高。这也不矮呀、啊，你应该这底下应该要垫一下，那边要垫高一点才好。这个煮也是蛮快，一下子就煮开了。哇，是把这个人倒掉，这个都是油，倒给猪吃。等下炒吧，蒜白菜另外炒，现在这个炒干了。不用炒干的，白菜，炒干的就是炒干的，放点酸辣椒。这样炒菜确实很舒服，又不腌。你看这个盘子又可以转，上菜的时候，太舒服了。你怎么不早买呢？真的是，那我天天做饭熏得黑黑麻麻的。这样子都天天都可以，一整天都可以待在这里啊、哦。想瞌睡的，哇，这里好舒服，好暖和，这里。都可以烤熟的，对对，这种都搅得暖暖的，还是蛮舒服的。做了不能再融，融的饭都把肉都融完了。放点酸辣椒，再放点白菜下来吃饭呢，不用单独炒了。腊肉放白菜是最好吃的。嗯，好的，老公。这么笨。我笨，我天天搞菜给你吃，还是我笨？太聪明了不好。已经舀点出来了，现在放点酸辣椒下去，放白菜，放点那个火锅底料，放点火锅底料来，重口味，麻辣味一点。我把视频弄好了，等一下我来炒，不炒了吧？另外炒个菜给我婆婆放进去，别放辣椒的，这个放了辣椒，先放了这个底料，有点辣，喜欢吃辣的。这个菜才最好吃了，多放点白菜哈。对，现在肉都不想吃了，只想吃白菜。你得不要。你看什么了吗？
慢。是。你吃这么慢，这菜自己种的。啊？不吃。那是肉的吧？别种了吧。啊？别种。别种吧。嗯。啰嗦，怎么慢怎么慢？这吧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棒棒。我妈呢？我搞给你调，让你应该松吧，松吧你接。来。我好忙。来呀。好吃。开始播放噻。看看。别站着，哥哥。那我再摆上去，来转。嗯，转。就哎，没人，那你包我就来了。然后包那点。他俩都了，都带了分来了。不是我。啊，很好。嗯，这个麻辣真好吃啊。可以吗？嗯。饺子一包。